铁们啊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，然后我们来看一家食品机械厂，它有一些相关的食品机械。我们今天要去报道的这个产品呢，是一个双道的一个消面机。哎，你好，哪位是王总？哎，您是王总是吧？哎，你好。那个，我们来过来说，您这有一款那个单刀和双刀的一个削面机是吧？是的。啊，这个削面机我们今天过来看一下。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好像很小的，对吧？这个。对，体积还小一些，比较方便。大概有多重？这个大概有80公斤。80公斤。对。那您能大概跟我讲一下这个机器怎么操作吗？这个机器。可以，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放面的，放面板的，把面放在上面。这是两个双手臂的。这边是一个手臂，两个手臂，可以看一下。那它为什么需要两个手臂呢？这样速度快一些。哦，就是做的面更多是吧？对，这个是每分钟360刀的。360刀等于是将近会有好几斤的面下来。对。这个刀头这个是用什么做的？钛钢是吧？对，钛钢做的。这个会不会有危险？这个一般的话不会。因为它可能动得比较快，这个好像外面没有保护的一个东西。对，有保护的。有保护罩是吧？因为这个确实，我不知道它动起来速度怎么样。如果动起来速度很快的话，谁把手伸到里面去的话，手肯定给削没了。对，有客户定制的，像假如说有客户需要的话，咱就做那种全包围的。这后面是一个面板是吧？这个是控制器。控制器。对，这个大小碗都可以调节，薄厚。想设定大碗几秒，小碗几秒都设定好以后，像这个薄厚都可以调的。大碗和小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做的吃的碗，有的大，有的小。就是东盛的那个面多是吧？面少是吧？量不同是吧？对。这个厚度是怎么设定的？可以设定那个面的厚度是吧？最大多少厚度？最大3毫米。最大3毫米，最小呢？1毫米。哦，这个有薄的有厚的是吧？对，根据口味去调是吧？对，这个可以操作一下吗？这个可以，咱拿下面试一下吧。还好，再看。哦，这个面是，这个面怎么和的呀？现在有独自的配方。哦，你有配方是吧？对。这个能告诉我吗？这个买机器怎么？买机器可以告诉我是吧？对。这样是吧？这样，然后接着再往上升是吧？可以，它这个还可以左右动是吧？对，来回走。这来回走有什么用呢？这个量，这个面都全部都要消到。哦，知道，就把整个面不浪费。对。哎，削的还是比较均匀。对。你看这一个刀，一个平一个平的过去。对。均匀的，方便。想啥时候削离远了，像那遥控器一操作就行。像咱这个电机向客户买了是吧，基本上4-5年老客户他还用呢。看一下它自动削完削成一定厚度以后自动往下降，就是最后最点面它不会削了吗？对，因为怕伤到刀或者伤到面板。哦，他说会把这个面板给削了是吧？对，哦，这时候就得加面了是吧？对。这个机器这里面是什么呀？可以打开看一下是吧？对。你这个还没有什么保密是吧？没有，咱这个打开看是吧？可以看，有很多机器里头都不让开盖的。对，你看一下，这个都是生成开关，这是电机，这是电机是吧？对，来启动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是电机是吧？对，这个是电机。这个管子等于是那个哦，这是那个螺旋管，是升降的是吧？面上升下降的。嗯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启动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现在上面在开始削面。对。然后里面。它削到一层以后自动旋转，削到一层之后自动旋转。对，它怎么知道削到一层呢？它里头有行程的。哦，就是有哦，我知道它的那个转的那个臂转了多少圈，然后它就跟着转多少圈是吧？对。
也比较均匀，然后整个长度也不错。跟仿手工的一样。嗯，就跟手工的面条应该没什么区别，他们听是不是基本上吃不出来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嗯，确实感觉很筋道，面条吃的就这个筋道劲儿嘛。外面老铁们，这个机器确实是我们，然后这个机器做成面条确实很有筋道，然后大小薄厚也非常的均匀。然后老铁们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，然后想自己开个面馆，想自己创业的，可以联系我们方亚明。我们方亚明呢会把王总的联系方式发给您。在这个节能行业做了十年了，给他们服务的过程中，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节能的大锅灶。这和我们国内的饮食操作习惯有关，很多人他们都需要很大的火力，火力小了他们觉得炒菜不好吃，然后的话一般都要上大功率的风机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炉子下面有大量的火焰外泄，所以热效率很低，基本上只有30%几到40%几。然后呢，我们针对这个现状，经过几年我们开发出了目前这一款液体金属热能大锅灶啊。这个大锅灶它把所有的热量火焰都集中到了这个液体金属里面，通过液体金属再传递给锅底，实现了热效率的大幅提升，接近80%，把节能率提高了50%。这是我们的液体金属热能大锅灶的一个内部的结构，一个配件。大家可以看，我们的热量火焰基本没有外泄的，所以说大幅度的提高了热效率。我们的节能炉筒、炼油筒利用了同样的原理，节能效果。全国各地有意向合作的朋友一起来推广这个产品，共同为祖国的节能事业做一点贡献。